相思苦。来，进来了吗？来。哦，原来你有穿制服来哦。这么专业。啊，看到你了啊，你可以进来。我们需要很用力的合音哈。现在是怎么样？下一个就换哥哥了吗？对啊。哎，志宝，你坐这边。读麦起来什么？吸掉？为什么？哎，为了大家好。啊，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混时间的吗？大家看到的是十二吨级渔船移动。哎，现在表演的是。真的合音不够呢，快点你来一下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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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啾。好，刚刚其实我们刚刚唱过的歌里面已经唱过四个问题了，我决定要把这鱼给它剖成两半，变成八片。所以好，我们要唱的歌叫做老鼠蛋蛋歌。老鼠的蛋蛋有什么好唱的呢？地震了。四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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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帮你们翻译一下，第一段是在讲，你们看老鼠的蛋蛋，好可爱，好像年轻人身上挂的臀领一样。来，母语教学第一册第一课，请跟着 CD 一起来，哦，了解。老鼠的尾巴好像年轻人身上扛的扁担。第三段要讲的是老鼠身上的毛好像老人家身上穿的衣服一样，那么难看。
看看。谢谢。